好，新王猫的林宥嘉即将在五月底展开北中南三场的个人演唱会，忙着筹备演唱会和新专辑的 Yoga， 还是没有忘记做公益。林宥嘉义卖了签名的海报，要帮助先天颅言缺陷的小朋友们。巨星裴帅、裴勇俊主演的电视剧即将在五月初进入最后高潮完结篇，收视率居高不下，获得观众热情回响。有出版业者即将推出 DVD， 让影迷可以收藏，继续回味精彩片段。电视剧的中文主题曲《传说》请到了星光帮的林宥嘉演唱。歌迷最关心的是 Yoga 的个人演唱会，特别来宾当然少不了周定伟、潘玉文等人。所以我们就会有设计一套表演，可能是跟四大天王有关的。就是舞曲，但是详细的内容或怎么样呢，其实就是还是要有一点想象空间给大家。为了五月底六月初的北中南三场演唱会，林宥嘉刻意调整饮食时间和习惯，另外也勤加运动，整个人瘦了7公斤。新专辑进入最后筹备阶段，虽然最近忙得不可开交， Yoga 还是不忘做公益，义卖签名海报，所得将全部捐给先天颅会有缺陷的小朋友。